看见没？这就是我在小红书立的 flag 啊，第一次挑战啊。这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玩，但是呢，这个 flag 就一下先立。你看，以后大家要看我立什么 flag， 就直接在评论区里我留言啊，然后看会不会踩雷，看那 flag 会不会踩雷。你看没踩？哎。戏台将军谭剑四挑战开始。小红书。